大家好，我是 SUM 花炭永春汽车，我叫张信仁，大家都叫我张科长。今天要为大家介绍这台是2007年12月的末代弗利卡厢车，低里程，直跑9万多公里， Very good。看麦，这链有水无？真真哦，这车主吼，这四条链都保持甲足水的，根本就无啥咧开啦。进到驾驶室，里程数只有94,197公里，低里程。这链体拢非常的亮，自排变速箱，起码足稀有的。入后座冷气出风口，马上保持了袂歹。跟大家介绍后行李箱空间，里面载货跨度有够大，比即卖小汽车更加大胆。安全性，规台车拢真水，你看安全到位。回来都会经过我们 SUM 惠春保修的检查，正时皮带我也都换新的啊，引擎声听起来就非常的平顺，现在我连其实有切落哦。今天跟大家推荐这一台2007年12月份的弗利卡厢车，自排，低里程，直跑9万多公里，买车估车来永春，就大概英万东五村。如果今天有喜欢我这部影片的朋友们，请帮我按赞、订阅、加分享，开启小铃铛， Very good， 实在就是 SUM。